一起上学吧。今天要干嘛？今天我们来到了南墙公社。因为我们之前有去做过一个街访，哎，对，那时候在问 K-pop， 然后就有抓一个南墙的同学，哦哟，他说来挑战啊，来南墙挑战啊，哦，OK，所以今天就来看看他们演艺科的实力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你们 OK 吗？好 ，OK， 准备 DJ， 加勒比 ，Let's go。
果然是表演科的，真的值得挑战。这个同学气质可以，他刚刚跳完，他就直接在后面这样。对，看到了，自我介绍一下啊。对，大家好，我来自南强工商，我是研二丙班的孙大军。大军，我跳 breaking 的。好，有没有特别想打爆哪个学校的？中进的。他们那时候口气这么大。有这个实力。我听说这边也都是男团。哦，男团啊，真的吗？也是女？我是女团的。还有谁是女团的？女生都是啊。女生都是女团的。难怪那么厉害。所以你也是跳 Twice 吗？都跳。都跳哎。哇！来吧，来吧，来个 Twice Battle。Twice 一个。这个是我们这边 Twice 最强的。Twice 最强的，也就他了。对，好不好？那你们派几个？你们派最强的。女生都可以，女生都可以，不论挑是不是？好不好 ？Twice 会外赛 ，Twice 会外赛，就一首，就一首，一首定胜负，一首。啊！紧张了，紧张了，哎！来来来，我讲一句，来，我跟你讲，你今天代表庄敬，挑不好输了，回去主任一定会苛责你的。下午可能会被先被主任打吧。挑过一只。我觉得南强很厉害的是车轮战，一开始先弄完了整组了之后单挑。刚才你们是有讲好战术的吗？没有。
没有，靠感觉，靠感觉。哎，南墙默契太好了。自我介绍一下，大家好，我叫做邵逸梅。而且你看他其实在跳舞的时候有很多的 solo。哎，对，对。但是可以尊重一下吗？我来了，我来尊重你了。对对，哎，看到你的伙伴怎么样？是啊，他从头跳到尾。哎，对，他没有人跟他接力，对不起，我没有用。但你好强，对啊。会紧张吗？刚才这一场会很紧张，一比多人哎。那在里面气势可以一个人吗？可以啦，可以啦，我相信主任会原谅你的，主任会原谅。没有啦，我觉得这是良性好玩呐，对啊，大家都很厉害，就是良性的竞争，有一点点火药，增进彼此的进步。对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对，我们就不评论胜负了，胜负就好不好？观众自己留言告诉我们。对，就不关我们什么不评。那如果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学校，哎，我表现得更屌，我们学校更多会跳的，也留言让我们知道，对对，我们真的会过去，就觉得我一样可以把南墙尬掉的，哎，装进南墙什么咖，我们把它干掉，蛮尬掉，留言我们就去找你们，直接留言全台各地，对，就算蓝屿我们都去，好不好？OK 啦，可以可以，好。那如果喜欢我们这样的系列的话，不要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那对，有任何需求什么的、啊，都可以留言让我们知道。是的，记得下次见哦，拜拜。